他们拿着新枪了是吧？救命啊！这是什么？那什么用都没有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咱别吓人玩行不行？这个就叫动物园啊，您知道吗？早期的黑猩猩啊，大多数就这样。哎，我们学一黑猩猩。我挺厉害的嘛，我你以前的厉害劲儿呢？不是哥，咱出来聊呗。副总也得老老实实在里边待着，你让他出来试试。这样我先不被别人干死。我是秦霄贤。580908护士站的是吧？好，谢谢您啊。走。这是护士站在哪儿啊？护士站在哪儿啊？不知道啊。老秦，你是护士吗？来，我跟他说密码，我们说密码开这箱子，可能你们两个是其中一个人跟我。我，跟我。嗯，领着走，老秦，您去。我坐下吗？坐吧。哦，你确定你知道了密码？啊。你确定你是护士就行。你确定你知道你的密码，我就可以确定我是护士。580908。你要试吗？一次机会啊。对吗？一次机会啊。你别着急。顺这儿吧。啊，底下。啊！我妈好小啊！恭喜你，你找到我了，也不能让你白找到我，啊，所以又给你一个，这是清凉喷雾。哦，清凉喷雾，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，绝对不告。明白。哥，这怎么用啊？好，这站着就喷了。哦，哎，这两根，谢谢。好了，好，哎，慢点啊。怎么样？他说什么？咱拿出一喷雾，喷雾就可以领圆盘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等我现在再想给它藏那儿，我觉得这样安全点。这样行，明显吗？没事，你找不跟别人说，别人不知道。啊。电话响了，干嘛？没人知道。哎，把你那纸片给我试。你要干嘛？电话全锁上。我先把电话亭的门都锁上。他们先进不来再说。那是什么呀？我去！哎，你咋开开的？
你锁的吧？你咋开开的？这是一推就能推开，推到这儿一扒拉就出来了。你怎么把它弄上的呀？这钥匙。怎么还？明白了，他现在手里有网。他，那我不在这儿了，你这儿守着吧。好危险，好吓人。周有良，你过来啊！你说完必须定我。对呀、啊。你定他没有用。喂，都带着笔呢。啊，你可以挂掉了。等会儿啊。听清楚了，好了，再见。三号储备箱是哪儿啊？猛哥，那儿有箱子吗？那有个武器箱。猛哥，你找，不是猛哥，我有个密码，记住了，570227。你走，找箱子。576270。哦，我记住了。你去。你是在哪儿听的密码了？孟哥那给我的，我给你举着。不对啊，不会有人换这个锁呀？是小妹记错了吗？他不会错呀，那我去，他既然说是这个，就不会错。啊，这个不对。别动啊！哎，别动！你们现在绕那边走，咱没事儿。我去那边。走，你别动啊！等，咱们都好说好商量。别动啊！你别动啊！你子弹掉了吗？还有呢，还有呢！哎，有！哎，你个小40的人了，你那我真崩你了！不是，其实他这个枪就是拍出来好看的，没有意义。你这就定3分钟，我3分钟一会儿。